屋主对居家品味相当重视，设计师运用多元建材、格局重整、色彩搭配、客制化设计等，将百平豪邸打造成宁静优雅的法式风格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想提醒留意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优雅宽敞的公领域、客制化的私领域，最后告诉你半店级浴室规划。玄关地面铺设大理石，两侧绷布穿鞋区具低调奢华感。锈蚀镜后方为衣帽间，拆除房间墙面后，创造开放式客餐厅，动性更多元。以线板、人字拼木地板、大理石壁炉形塑高雅氛围。电视背墙开口设计，增加穿透感。配色典雅的主卧，男女主人各有各一室，空间不显拥挤。女儿房床头背墙采粉嫩色系点缀金属质感，儿子房则以深邃的蓝色营造沉静空间。双洗手台让两人可同时刷牙洗脸，大理石纹与白色的柜体融入收纳机能与美感，伴着自然光沐浴可彻底放松。王玉婷设计师总能将室内设计与现代生活结合，精致而时尚的风格完美平衡，令人惊艳。